新手妈妈每天睡醒都头痛，一查监视器超沉重负担现行。一名一岁的宝宝睡觉时都会将下巴靠在妈妈的额头上，每次从父母身上滑下来时，他都会爬起来再重新调整位置，甚至把妈妈的脸埋进自己的肚子里，可爱模样超疗愈。好了。